但还不能找到线索吗？久远的存在，是认识的，还有实现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你就把我们两个孩子留下可以的。啊，得先抵挡一波，感觉被强制征童工了。这是一开始就两面同时来哈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你看到了吗？哪个东西？哪个东西啊？这传送门一样的东西，好像会从其他地方出来啊？啊，可以直接到那个回血的地方。嗯嗯。这又是哪儿啊？啊，这是门口。嗯嗯，入口。然后，所以他们会这么上去是吧？所以等一下，兽人会走传送门吗？不会吧？你看他们走的路径，他们不走。哦。不是，所以我把我这边堵上哈。嗯嗯嗯。I 是哪个？然后可以在墙上放箭，他们就突突突突突两边都被打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嗯。然后再慢慢。我这么堵的话啊，哦，我这堵了之后，这些灵魂啊，他就实时会反应。嗯，但是还得随时回来看一眼路上。嗯，好，然后我们开始布置吧，开始，这样他们全部都走这边了啊。嗯。首先我看看，我找个高。啊，我其他的我什么也放不了了，啊，这边都可以放。哦，那我在这儿放重力陷阱，到时候这这么高。嗯，我在这儿放一台地刺吧。他们都会从这儿走，我在这儿放一个。嗯嗯嗯。这里就能出来，对吧？嗯，这边可以就这么。然后也不是每一个都那么走。嗯，我现在有，但这边的利用率是最大嘛，是吧？嗯，可以这再放一个。对，你放看看吧。嗯，然后上面一样，在这个拐角的地方我都放哈。嗯，你还有钱？有啊。哦，那路障这么贵？嗯。哦。The optimal spot. 就放这两个地方感觉差不多，放两个就差不多。嗯，开打。嗯。准备好了吗？嗯。Let's get it. 我开始了。嗯。嘿。Enemies are preparing to breach one of our gates. 哦，这什么东西？哦，他们打，然后他们去打，把那个门也帮忙打开是吗？石头木还会冲刺。嗯嗯好可怕。幸亏我设了一堆陷阱。他会加速，小心。这炮好厉害呀，这个很适合我的炮哎。我就每个敌人都打一下吧，这样然后用你的炮。对，我的回蓝回的很慢。啊，你那个爆炸是用蓝的呀？对啊，是次要攻击吗？啊，行。你的普通攻击是什么呀？就是这个一枪一枪，四枪一瓶。哦、啊。天哪，我们都到这儿了！快快快，往下跑！好了好了，可以，我好了，我现在可以设其他陷阱了。我可以从这跳下去吧？咦，对，我们可以跳下来。这些用修吗？嗯，还不用。在这边这正上方，是哪里？这。能够走什么？哦，就中了陷阱。底下有需要加刺吗？还是你就在刺上面？我就在刺上。嗯，看我这个陷阱变漂亮了，上面有那个符文，知道了吗？我这个符文是我中了陷阱，不是吗？啊，不是，你看我所有的都有。哎呀，不要这个样子嘛！
我这边还有好多钱，我就我把家附近围一围吧，根据你的再弄、我这边放了一个剑墙。Let's do this. More enemies on the way. 这边，这边。哦，还不够了。You want more? 兔子怎么上来就有破绽了？好像小不点上去了，我去追。你飞了不也？你打不到吗？能。放我比较。好危险！结束了。还行哎。我在你刚放的这边，我再放个剑墙。That'll work。还是这样，然后在这上面再放一个。我在这儿再放个焦油怎么样？你自己觉得合适的你就放吧。不从这儿走。你在这儿要不要放个剑墙？哪边？就我站的这个位置，我现在放陷阱的这个位置，你看它的影子，他们会从这儿过去。就我在这儿放个交友陷阱。行，我、好了，我没钱了。没钱了。差不多。对，那没有剑墙放交友没有用啊。那我换成那个 T 刺吧。我再把家的补一补吧，我感觉有点危险。对吧？感觉右边那个没什么用，就是你还不如沿着这个路径这么放呢。怪不是从这怎么走？你可以在它下面再放一个，对对。That'll work。好了。Yeah, I'm ready。开始。我好像跳错地方，吓死我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开始了。More enemies on the way。紧张，我要选这种小的。小的我就打不过，他太快了。这个巨魔好像只有打头才有效。射手，小心射手！真的是啊！好酷！你们的重力陷阱好有用吗？结束。还有十秒之后，看看还会再过来。多了3000块钱。你想放啊就放吧。你在这块弄我没法加陷阱啊，知道知道。楼梯上。那枪子弹太少。往下扔子弹。
好嗨呀，你看见了吗？嗯，扔下去炸死好多了。这怎么有个紫色的巨魔？ There are enemies in our rift room. 完了完了，进去了。嗯，还得加强陷阱啊。嗯，不能骄傲呀。嗯，怎么办呢？我这个，哦。这个楼梯按不了陷阱很烦耶。等下我把这边把你的全部都拆了哈。我 I hope that works. 我这么放的话，怪物只会就是你在这放什么，不管放什么啊，然后你在这边放一个交友陷阱，最前面。这儿。嗯嗯。这样对，这样的话敌人在这开始就慢慢一直被这个剑打，会这样吗？或者他们打旁边的路障。路障啊，然后这个路障其实也用着啊，是不是只要放两个了啊，敌人就会啊这么走。这样should be good。 比起这边你在这放一个。嗯，这块放个刺。嗯嗯嗯，这样的话，嗯，在这儿，对对。嗯。然后我在这边再放一个重力陷阱。那开始了，准备。嗯。准备好了。嗯。来吧，有点紧张。这个比那种就是上帝视角玩塔防好玩多了哈。嗯，这个小东西烦人。好烦啊，这个大食人魔没法把它弄飞起来哈。能吧，反正这边我不是我们有很多我们的，嗯，好擅长，好适合我用我的那个。嗯，这边不是有我们很多陷阱吗？啊，然后在这边让他们减速啊，就让他们尽可能长时间停留在我们的这个陷阱范围。用了一次，嘿嘿嘿。嗯，钱花钱。More enemies on the way。都是食人魔吗？小的好像很难通过。
They're attacking a barricade. This will catch them off guard. Oh, 那个好厉害呀！ Did you win? Okay.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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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. 不错。错了吗？啊，敌还有弓箭。We did it! Yay! 搞定。嗯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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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。胜利。分裂阶梯一般啊，大家都是一样。什么意思？数据面板中展现更多信息，统计是吗？嗯。哦，我们就陷阱更多了。就我们杀了多少，杀了多少怪之类的吧。嗯。啊，就是告诉我们怎样能获得更多的骷髅。巨型炸药。巨型弹射陷阱。啊，给解锁了两种陷阱。一个是巨型炸药桶投射器，一个是巨型弹射陷阱啊，是把怪再弹回去是吗？让它重新跑。我现在可以让他们冰冻，这两个我都解锁了。而且这个仅限于战场场景，就是说有叫什么战场的特殊关卡。哦。就这个黄色背景是这种橘色的，应该是什么？极限战争啊，只在极限战争关卡用的，好吓人呐、啊！我先看看我的路障什么的能不能啊？哦，我需要放15个路障，我刚刚才放了5个，那我放15个之后回收回来算不算呀？嘿嘿。它这个返还物品升级只返还这一个物品的吗？还是所有都还了？那个是一下所有的都还。敌人将承受，我得重新，我得返还。我是一个那个。你可以所有之后，你可以再一个一个。对对对。怎么还是差分啊？还是差钱呀、啊？